坤，恭喜蔡徐坤。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，两位请可以留念。余导，可以留念。谢谢于正导演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来，有请蔡徐坤发表您的获得荣誉的感言。谢谢搜狐时尚对于我的肯定和信任，那我觉得今后我也会更加专注在自己的作品上，继续虚心努力的学习，提高自己，花花世界尽收己心。谢谢大家。谢谢，恭喜，再次恭喜蔡徐坤，谢谢。期待2019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。好，下面。